他说他会冷，你去盖他，快点。去哪来，熊来，上来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他那么孝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大家多听话，好乖哦，怎么这么乖啊？他说他会冷，你去盖他，快点。去哪来，熊上来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他那么孝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大家多听话，我说叫他给你盖这样子，他就上去了啊，好乖哦，怎么这么乖啊？顺着熊熊的眼光，他在看的就是那一个被他咬坏的那个娃娃，他已经持续这样子悲伤已经一个小时，又在看。又在看，小妞不要对他凶，他好可怜，专情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专情。还是看他，好了啦，不要再看了啦。